都得需要我来操作，都得需要我来检查，都得需要我来确认。但现在今天要用了这个 ATO 自动驾驶系统之后，我其实就属于一个备份系统，我是跟他是一种冗余的关系，他在工作，我在监督，对，我的双手其实已经解放了。